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哦，你是说我不爱你是吗？你爱过我吗？我怎么不？从小到大，你说是哪一点儿，我对不起你？爸，我就问你，如果我和他同时做手术，医生说只能救一个，你救谁啊？我要救儿子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知道了？从来都不说呀。我想说呀。你每次优先考虑他的感受，不考虑我的时候，我就想说。每次他不管多无理取闹，你都偏向他的时候，我想说。你每一次他管我要房、要钱、要车的时候，你在旁边煽风点火，我都想说。我就想问你一句：凭什么？凭什么你要这样不停地压榨一个你已经放弃掉的女儿？但爸，我能说吗？我真的能说吗？我能控诉一个早就已经放弃掉我、根本不管我死活的父亲吗？我能吗？这些年你对我做了什么，其实我都知道。当年我考航校的时候，我妈那么支持我，结果呢，你说学费太贵了，供不起，你宁可把钱拿去给关振维挥霍，你都不想帮我一把，这是你吧？你说这么多年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情，难道还少吗？我数都数不过来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就会告诉自己说，关振维太小了，他还不懂事，所以你偏爱他多一点没关系，总有一天你会爱我的。我等了这么久，结果呢？我等来什么？你那么着急的说救我儿子，你连提都没有提我。你知道我躺在那个病床上，我听到了那句话，我心里什么感受吗？爸，我是你女儿，你放弃我了，你不要我了。生死关头，你把我牺牲掉了，你救过你的宝儿，我那一刻我真的觉得自己已经跟死掉了一样一样的，我还不如死了呢。这些年我这么努力上学，我们那个学期训练，人家做50个，我做100个。我下来以后，我吐得昏天暗地的。我吐完，我继续练。我为了什么？我这么要强，我这么努力，我为什么？我就想我早点能够开飞机当机长。我就是想说，自己变得优秀了，你就能喜欢我，对我好一点儿。我特别特别的希望你能够认可我，能够抬起头来看我一眼，说这是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也很棒，这也是我的宝。可是你呢？你看过我吗？你叫过我一声宝吗？我是你的女儿吗？爸，你要知道，我多么想得到你的认可。我这么多年我都在跟关振雷争宠，我每次都输。你聪明有能力，这些爸爸就不多说了，你比他强多了，那这些你还在乎吗？我当然在乎了。弱的人就一定有理吗？我挣的钱就一定要给他花，我结婚就一定要让着他吗？凭什么？就
我强，所以我幸福就有罪了，是吗？爸，我是你的女儿，我是人，我身上流的也是你的血，你能不能对我好一点？我真的觉得我自己特别特别的傻。其实，在你那个时候决定抛弃我的时候，我就应该做这个决定。什么决定？这杯酒，我们的缘分就到此为止。你说什么呢？雨晴，雨晴，干出这种事，你跟你雨晴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？真是想不到你能这么做，你这个父亲怎么当的？我问你，一碗水你端不平，你再怎么的，你也不能拉一个踩一个呀，这让雨晴多伤心啊！你良心哪儿去了？哪儿去了？他这么孝顺，对你这么好，事事处处都想着你，你为什么这么对待他？你去把雨晴给我找回来。你去，你把雨晴给我找他，你去找回来跟他说，他
他的婚姻大事谁都拦不了他，谁要是有二话，让他找我，啊，他爸不心疼他，他还有妈呢。去呀！你坐这儿干嘛？你动过？你去？你聋了？你哑了？你去呀！你给我去呀！哎呦，雨晴啊，你回来了！哎，你可回来了，妈都担心死你了。你别往心里去，你爸老糊涂了，他说话不算数啊。回来了就好啊，妈见不着女人都急疯了。妈，你先坐一下吧，我有事说。坐呀。哎，那个刚才我狠狠地骂了你爸了呀，你的婚姻的大事儿，谁也碍不着你。这是干什么呀？这个卡里有150万，我上学花了70万，现在双倍补上吧。本来想给你们的新房交个首付的，现在你们随意支配吧。还有，每个月的10号，我会往里面打5000块钱，算是给你们赡养的费用。傻孩子，这钱我们不能要，拿回去。哎呀，关雨晴，你干嘛呀？这差不多行了。闭嘴。钱你们收着吧，就算是2清了，以后什么事儿别找我，找我也不会管的。雨晴，你上哪儿去啊？雨晴，你不能走，妈知道你难受，但是你不能走，要不然妈更难受。关雨晴，你要有什么活你冲我来啊！我跟你说，让你闭嘴。银行卡的密码是你的生日。你们都多保重。哎，雨晴啊，雨晴，哎呀，你还不快点啊，把雨晴给我追回来。快，雨晴啊，雨晴，哎，你快点快点。哎呀，别担心了啊。你走，我不想见。妈，你放心吧，那关雨晴那刀子嘴啊，你别担心了，别操心啊，你过两天他想开了他就回来了啊。都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你，你知道吗？雨晴，雨晴。